检察官唱歌反毒非常枯燥，而接下来呢，华视新闻独家带您看到高雄小港这个黑轮摊，最近在网络上真是爆红了。四名大四学生卖藕类，只要你能像这样子表演人体拱桥，可以免费让你吃藕类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一边唱生日快乐歌，这位同学还来个后弯腰搭人体拱桥，大马路旁相当引人侧目。这么拼不怕扭到腰，就是为了吃免费的藕类。很热血啊，就很棒啊！我有帮他们 po 在 PTT 上，每个都说很热血。热腾腾的天妇罗看起来实在美味，而且这些都是这群大四学生手工制作。我们也没有想说要赚大钱，就是想说。就是赚个经验这样子。很多网友就是冲着他们的热情，从北到南都有人赶来小港区捧场，会在网络爆红。故事要从他们骑着这台 Olinda 环岛开始。目前我们计划是把不到几秒把他的脚踏车丢上三轮车，然后叫张凯阳骑三轮车。丢三轮车载着脚踏车环岛，无厘头又搞笑。到每个地方，他们还会搭着人体拱桥拍照。西罗大桥、派出所前都有他们向后弯腰，四个人合体成人体拱桥的身影，非常好笑。环岛周记 po 在网络上，点阅率超高。我觉得非常有趣。网络上还记录了他们亲手改造三轮车成了现在 Olinda 的过程，什么事都 DIY， 热血青春的感觉相当有吸引力。下次来高雄试试看腰力，也许你也吃得到这免费的热血 Olinda 哦。记者潘延章，我是陈欣仁，高雄报道。